怎么样吧？先跟各位同学讲解我们本次我们学习要在所有复习的范围啊。第一个部分呢是被动式，那被动式啊，主要是会跟上一次学的你没有吗？没有说，怎么样？没有，没有，这是被动式，不是，就是。每个人表现出不同的一个哈，有人他自己想要把它写，有人呢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写的人就很忙。第四个被动式，被动式主要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be 动词 ，be 动词有 was、were， 然后呢 am、is、are 加 have been。好，还有 be， 我是 were 加动词 been， 这叫进行被动式。它的这个变化是我们要掌握的，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被动式才会发，才可以表达。看到吗？我下面有。现在是在复习，我要告诉你做复习，你在这一课里面要学到什么，好，然后，因为它跟完成式有关，完成式的过去分词有关，所以它会用到这个，过去分词 PP， 然后又会回到了，所以你第一次段考，如果你就第一次部分，如果你第那个过去分词没有学的完整，就是没有很好分的，然后这是复习。这次是复习，但是，考试的时候就，你就要知道说你在学了三百多个动词内容，单词的东西，跟口语来解一下。好，那第五课呢，它是在讲名词子句，那名词子句我们已经练习到关系词子句，好，名词子句就是由关系词、疑问词这些。疑问词加一个不倒装的句子，没有倒装，没有倒装就是它没有疑问句的形式，然后当作主词，当作受词，当作补，当它做当补语的时候，其实它的意思是在 be 动词的后面或连缀动词后面。那名词子句呢？它主要可以当作是一件事情，但是用句子来写。那我们之前二年级的时候是用动词来写一件事情，然后呢，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分成两个句子来写，那二年级之后把它合并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句子，但是是有两个动作。三年级的时候，这下的复习是它是有两个句子，然后用一个关系词的连接，关系词呢就是说的疑问词，哪些呢？有 why、who。When, where, how,
跟底幅。然后呢，名词子句呢，它用完了之后呢，就是要表达是一种间接叙述句，就是你以前呢用两个句子讲的时候，一般合并起来就变成间接叙述。你可以告诉我吗？他家住哪里？他家住哪里是直接问句。你可以告诉我他家住哪里，就叫间接问句。要把它合并起来，所以我们就叫间接叙述句。它不一定要问句，它可以用间接。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这叫叙述。好，这是第一节课的主题。好，第六个就是这样做名词子句。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那我因为不知道同学需要复习哪里，所以我就先从总复习来看。然后这里呢，我们单字部分都完了。第一个叫 collect， C O L L E C T， 再 build。然后呢，在他们这个字，他们这个句子呢，其实是英国他们原始的字哈、哦。听说英国代言叫做大英国协，叫做 Commonwealth。现在英国女王也就叫 Commonwealth， 就是大家共同的财产 ，Commonwealth，C W。然后呢，后来的这种是国王说的，因为他表示谦虚，就是大家共同的，不是我的，好。现在大家都会叫做 United Kingdom UK。 好，再来就是 moments， 每一个时刻 moments 呢通常是短短的，没有很长。好，那像 a moment， a while 就是比这个 moment 再长点，但是它也没有很长，大概在10到15分钟大概，因为你不能够超越太，不能太夸张。那 moment 呢大概就是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以内，这种 moment。 然后如果你真的要表达是很短，用 minute second。 好，然后在 moment 这个字呢，可以再讲那一时刻，那个时刻并不是讲多长，比如说感动的时刻，可能就感动一分钟。那一会讲那个时间可能是有在一段时间，但是绝对不会太长。好，再来traffic 交通，这个字叫字 track。 那这个字我们也讲过了，它从物字尾叫 IC 变成形容词跟名词。然后这个字的，然后它必须要加 le， 因为它是形容词的，所以它叫 the traffic。 我们不会没事干不加 le， 跟形容词加 le。 好，那它是指 train， 所以我们这样主要看到 train 的都是指流动。那这个 traffic 是指流动量the traffic， 车的流量。那 train 是火车，所以它相对是载一定的量。那么 transit， 好，所以只要是到这里的，它都有转换、转变、流动。在第六个是 friendly， 就比较简单，就是名词加 ly 变成是形容词。好，这些听起来都是很熟悉，但是就是它是有一段一段一段的所累积的，没有办法把每一个部分再细说，只能先提醒你曾经有学过我们讲过的部分。在 neighbor， neighbor 这个字呢，算是一个比较难念的字，因为 gh 的 h 不发音，对不对？然后 gh 不发音 ，nei 就是发的声音，因为 e 念短音，哎 ，i 念 e， 所以 i e 念才念 nei 啊、哦，所以。法语的 A 不会念 A， 它念 A， 然后英文的 A 呢，它的长音念 A， 所以它才有 AI。那如果法语来的话，就是有 EI， neighbor。那这个 EI 你可以想象说，它原来是 EY 在字尾 ，EI 在字中间，所以这个 EI 在字中间 ，EY 接续 EY name， 它就变成是长音。然后再来是 hardworking， 它是一个复合字。那所以你现在大部分就是到字单字的话，你要试着去解分开拆开来，你拆得好，你单字就不会死背；那拆不好，你就只得要死背，啊，因为它越来越长。那复合字呢，它的基本上就是两个。那么两个字呢，它老师好在讲到这个时候，有时候我要去想，我要讲多大，大还是小？
结果我用两空格，就告诉你说我要讲的是一个大，两个复合字就用个 dash。那所以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用这个是冒号，我写了一个句子到这里，对，好，写个名词，这里有个名词，通常就是讲名词，要冒号，什么意思？我后面呢再用一个句子来说明这个名词。所以你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你看到冒号不是说话。 这中文是说话，对不对？那英文不是，英文的冒号是用一个句子来说明，但是它一定要说明前面的名词，因为名词需要被说明。啊，然后如果后面呢，用的不是一个句子，它是用同等的，那就变成是词，它只是一个单词，单词可以一个字，可以两个字，可以三个字，但一样也是说明。这个我们讲过，那这是短，这是长的，而这是短的。 短的，啊，如果是这个长的，这个叫做复合字，这是短的 dash， 好，这是长的，它是词，这个词呢，譬如说，这些都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对，然后我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后面呢就说明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好，那如果用句子，我会努力的，我会小心的照顾它，再来就是它是重要的东西，无价之宝。 用无价之宝来表示最重要的东西，来说明，好，无价之宝词，它不会是个句子。好，那复合字呢？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复合字一样，都会有它的词性。怎么判断它的词性？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回到了词性。可是老师讲，这样子从你一开始跟老师学英文的到现在一直始终都有词性的，就是名词、形容词、副词，对不对？那这个。 就什么都可以当，名词、形容词、副词，可是它怎么判断？从这个可以判断词性。那这个可以判断词性，怎么判断？如果它是名词，那后面这个字就是名词，对不对？那也有少数的，因为动词加 ing 可以当做动名词，所以它也可以当做动名词，它可以当做名词。 这个就要小心了，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是动词 ing 动词 vp 的，它是形容词；要做动词名词的，要能够判断。但是如果是动词 ing 的，好，那名词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名词必须要加 ed， 它才能变成形容词。然后呢，可不可以是名词？可以，名词就是后面是名词的 housewife， 那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啊 ，living room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为什么有的会 dash， 有的不要 dash？ 因为这个字啊，它如果没有合起来的必要，它已经是很复杂的字，然后有必要。好，那如果它是形容词呢？它就是形容词。它如果后面是形容词，它就是形容词。所以由第二个字来判断它这个字在一个句子或者应该要放在哪里。好，所以这叫复合字，复合字已经讲这样。如果是你从小越学越多，因为。 英文呢，有时候如果不需要那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字，他就会尽量用一些线性可以了解的字。好，老师解释完了这个哈，再我们来解释翻译题。这个翻译题呢，主要是要练习。So that 的用法，因为气到了这个程度，气到就是程度，那程度的话就是。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结果，然后呢，如果你 so that 是后面是要接个句子，这个句子呢必须是完整的。那如果我不想做句子呢，行，不想写到 that 就是 so as to， 它必须要 as 是跟到了这种跟它相同的程度的话，就会做到这个地步，所以 as to 是 as 就相同。 跟我们实际上 SS 是有相同的意思，对不对？所以 Jack was， 所以这第一个部分呢，你要加到这里，你没有加上 so 呢，你很难去理解。通常很好，有这种句子都是那国语的句子啊 ，I'm glad you come to see me， 我很高兴你来看我。那是 that you come to see me， 它是在形容那个 that 的状况。我很高兴，高兴是因为后面那个 you come to see me， 那。 这种句子呢，是因为可有可无，所以当你讲 that you come to see me， 它其实
是不写可以，因为什么？前面搞到就讲 ，You come to see me， 啊、，What a surprise， I'm so glad。所以为什么我讲 so glad？ 因为它一定要有结果。你加了 so， 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不是结果？对不对？那 he threw the postcard away。好，这个 postcard 就算是复合字嘛，所以你会有 threw away。那刚刚讲要 put， 我刚刚想写 put， 啊 ，put away 呢，它就变成是突然之间多一对。刚刚看得出来，好 ，put away 呢叫做收藏起来，你没有丢嘛，你是收藏起来。所以冬天到了 ，we put summer clothes， 我们把夏天的衣服把它收藏起来 ，away 只是把它离我们远而已，所以它变成丢掉。那如果是 throw， 就一定是丢了。所以虽然 throw 是把它丢掉，就在形容用 throw 来表示。好，所以现在这里就讲 so that。那虽然问你说，你接下来如果你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句子，我们怎样把它缩短到最短，就是等下缩短短的。Jack was so angry as to throw the postcard away。那词就变成了是省略很多东西，省略不重复的主词，对，省略连接词。那这两个用 as 来接续，所以它是这样哈。好，再来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这个。The police asked 哈，就问哈，这个将来你会用这样问有很多种哈，但是各位了解 ask 呢，它的回答解答只能是接问题，所以如果我后面接的不是问题，我就要接到介系词。觉得不是问题的叫 ask of、ask for、ask to， 然后呢，但是还可以接 ask about， 因为什么？它每个介系词后面都有一个它相关必要要思考的，对不对？所以刚刚警察来啊、哦，他问到你哦，他要不要问你？他知道你，他不是把你当问题，不是，他说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这个的小朋友？他问到而已，因为他自己是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问什么。for 呢、哦、我来找某某的小朋友，对，他刚刚在外面、吐口痰、结果一大堆蚂蚁来，他是有糖尿病、所以那个 ask for 呢是变成是我问你的问题是要找这个，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ask for 后面通常是接人东西都可以，来给你要个五块钱， I ask for $5， 我要找这个人 ask for， 然后呢，他还是一样有可以接问题，但是他如果接的还有别的不是问题的，这个 ask 问题就不写，就这样。然后呢，如果你要接的这个确实要把问题写出来的话，就有分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句子，句子之后就是 that， 所以这里句子呢，它是省略了 that。哎，等一下，就有点怪。ask 哦，对，它这还是。当你这边接了 ask 呢，他如果接了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用到什么授予动词，因为他两个授词，对不对？授予动词。那授予动词我们接了常常是 of， 那因为我们不接句子，但是在这里是接了这个人问了一件事，所以这个 when he saw the stranger， 好 man stranger。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 ，stranger 是名词的来 ，strange 的形容词叫 stranger， 这个它 stranger 可以叫比较奇怪。然后呢，如果加上 er， 还有变成是人，对，你要判断是比较奇怪的还是人。而 stranger 呢是要接 them， 对不对？所以就是人的这边的。好 ，so that stranger， 然后。所以如果有 stranger， 你就不需要 man， 所以就不写 r 就好 ，strange man 那个奇怪的，好，那奇怪也有好多，将来也会有很多的表达方法。那你要练习就是这些表达方法到底是怎么用。但是如果你常常问我说这两个字意思相同，这就涉及到我应该告诉你。那我因为回答很多次，所以变成说我就开始要回，我要有一个，其实你可以从字的结构。
个 strain， 这个字来自 strain，S-T-R-A-Y， S-T-R 来自 street， 街上，街上的人，那么是陌生的，街上人不是我家的，就是怪怪的，所以他就有这个用法，所以他是来自 a stray，S-T-R-A-Y 什么，乱走，随便走，有人乱走到我这里就是 strain。然后呢，你如果在讲 ing， 它就是跟名词有关，就是跟那个角度，它走错了方向 ，angle 角度方向，所以它是结合这些字所产生的。你慢慢的练之后，才会发现，因为我们其实本来它的每个字也都这样结合起来。然后再 man， 好，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你为什么会写 out of his house？out of his house 是什么？在房子外面，这个我们要设计一下哈，这个部分。只要在那个房子外面，那很恐怖啊。那个在操场那也是房子外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out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用这种副词表示方向呢？它前面必须要就接一个动词 ，throw out， 那个就表示方向 ，throw in，throw into。如果你前面的动作是这样的，我再举例的时候。这些动词呢，它如果要接这种方向的 ，out 是方向 ，in out， 对不对 ？up down 这些都方向 ，right left 这些都方向。当你要用这些方向的时候，这个前面动词通常是不具有动作性，具有动作的性质。譬如说站着 ，stand， 那你什么时候才会表 stand 像一个状态哦，它是动作没有，但是它是状态，它没有动哦。但是你要什么时候要看到它有动？有。Stand up， 这样就叫做有动。Sit 加上 down 才会有动。所以你当你用 up 的时候，你前面搭配的是一个状态动，是一个需要那个。但是看有没有状态，有没有这个对称讲没有 ？Go， come， stand， sit， lie， 躺着、站着、坐着，来去，这个才是有状态。这种状态之后，你再给它方向，就可以表示它的动作。那么，所以 so 呢，没办法这样做。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因为这个 out of 呢，它是要跟那种动词搭配，才能够清楚的告诉你这个动作是朝哪里去。那我们从另外一部分就是，其实这个句子 he saw that strange man 已经结束了，他看到在什么时候看到？其实这已经到这里结束了。你能够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明这个 strange man。所以说明 strange man 呢，前面就是时间，所以你不能再说时间了。你要选时间，那就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昨天，昨天的如果你加上昨天的时候，这个 when 就不够用了，因为 when 是个太笼统。所以如果再进入是昨天的什么时候，要加上 when about， 大约是什么时间？不是 about when 哦，为什么不能 about when？因为 about 是介系词 ，when 不是名词 ，when 不是名词，介系词后面不能接名词。好，我这样讲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式，因为同学这些学校老师比较，但是这些问题是长久存在的心中。啊，我能做就是这样。好，告诉你，你练习这样思考，你英文才会越好，不然的话就会碰到很大的瓶颈。遇到瓶颈的时候，怎么救也救不来，因为你还有更多的挑战在前面。后面的有大概瓶颈，前面有。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还能够放在名词后面是什么？副词，是地点副词，是吧？状态副词，就是他当时是怎么样的状态 ？In red， 穿红色衣服，内裤，然后呢 ？In red， 状态。但是他只能说明那个前面的名词，所以你现在知道。你这句话放什么？位置。答对了。如果我这样讲，你能够理解，可是你有跟我在思考，那就对了。你要问就是地方接系词，你国中一年级就学过，你为什么国中一年级要学这些？因为你有一天就要用到了。好，所以这个第三题 ，We don't know。好，所以这个句子呢，将来你还有很多的不知道，真的了。好，这个又涉及到我们呢，在什么时候旁边
我们在短文旁边，我们会用到多少种接续词，对不对？那你就会问说，为什么不是 next to？ 再来，为什么不是 beside？ 为什么不是 by？ 为什么不是 near？ 对不对？好，那这些现象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距离。那 outside 就像 out 一样，它没有限制到多大距离，所以它有没有就靠着你家？它有没有就什么叫做 next to 两个中间没有空间的？什么叫做 beside 手可以距离，你可以伸得到的距离，所以它不会太长，但是它也不短，对不对？beside 呢，它是只要是在我手的距离之内，我可以拿得到，可以碰得到，那个叫做 beside。 那什么叫做 by？ 哇，看得到。什么叫做 near？ 走得到，这个长短都分出来，就我刚刚讲。所以现在如果你说为什么我不用 beside， 因为 side 是这个边 b 就在那边，那近不近？那个房子，那个人已经到你这样墙壁旁边了，需要吗？你是用看的，对，所以看的话不需要到他家，他家你就要报警啊，对。好，所以我跟你说，你如果这时候用想象比赛很好，那 B 是在旁边， out 是 side out， 全部都是。哎，问题是说那个人到底是在那边走来走去，还是在你在旁边？好，就是这个问题。好，那在外面你会想到比赛，那应该是什么？在你家旁边，就是因为已经到了，可以很近了，到了手都可以碰到了，对不对？好，我这样解释你，解释你讲的那个是距离，那 out 呢是没有那么大的限制的，那你在旁边一定是，如果我在桌子旁边。距离不远，但是我都是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必须就是在已经近了。好，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还用 we don't know。那其实我们不知道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好，这个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功能。啊 ，whether those well is， 好，这些很好。啊 ，can be seen， 好，他尝试用变动分公式，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你转了。你转换了，你看把这个东西，你想不出来这个是转换了，用被动式。然后呢 ，for another chance， 现在我们先讲 chance。当你用 another， 那么第一个 chance 在哪里？哦，就是有没有？那这个我也讲说，当你讲到 another chance 是指。你有这个机会哈，好，那但是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那我们来写，你一般会写的哈，就是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re is another chance， 对吧 ？To see those wild geese。这个没有对跟错，只是告诉你说，这个是比较像的。你忘了写这个对吧？对吧 ？So there is a chance, there's another chance。好，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别的机会？好，还好你写的 another， 你不写 other， 那 other 就要接复数了，是不是？所以 other chances。所以当你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你还要稍微注意一下，我用的是 another。所以你的前面句子必须要有。我跟你说，你在作文当中，你一定有第一次，你才可以讲 another， 对不对？好，但是你讲到 another 的时候，你又想那 other 为什么不可以？我说了，这个球跟你讲，好 ，The shy girl belongs to the piano club。
这个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对的，只是说，但是上次有讲到别的东西出来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请那个，有 Joy 来填一下空白。下去了哦，我讲解，因为如果不是讲解一天，我就会；如果是讲解一天，我就叫你停下来，对吧？你继续写下去。好，第一个我们要复习是 whether or not， 啊、，whether 的目的是因为它有一个 or not 要表达。为什么 whether 后面要接 or not？ 因为你将来 not 可以换别的，你是不是要这个的、啊，还是那个 ？whether this or that， 所以你其实 or not 其实是。只是那只是不是是不是，但事实上你要表达 whether or 是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再让你写，所以当如果你不写的时候，它就可以用比值来代替。就是我纯单纯是 or not， 可是 whether 它其实目的是因为它还有一个 or 可以让你写，因为你要描述两个选择，你要选择这个机会还是那个命运 ，whether this opportunity or that chance。好，再第二 ，Can you do something to solve the baby？ 这等一下，这个要先你没有办法用 solve 解决，要把它拿来煮还是拿来吃？我不用 solve 啊 ，solve 是解决，解决只能解决问题跟麻烦，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是。好，所以这个，但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是怎样去想到这个部分啊、哦？是因为第一件事情，它后面有一个 baby 在哭，所以你要想到是说，是让 baby 哭，还是让 baby 不哭？那如果要让他哭，你就要想怎样让他哭；那如果是不让他哭，那就想到 stop。那另外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叫 P。好，那这些还是有它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可以，你就有时候问我说，老师 ，stop 跟 key 有什么不同？这两个字意思上本来就不同，只是说用在这里可以接受，可以被接受。啊、哦，将来还会学像类似这样子，因为什么？就是阻止，因为不管是 stop 还是 key， 它都有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然后的 baby from stop baby 嘛，你要知道 from 就是离开 ，to 就是什么接近，所以一个是表示目的，一个是什么离开这个，都可以表示啊、哦，所以都可以啊、哦。那中文翻译中就说不要，但是说不是不要啊、哦。那你就要问我说到底有哪些可不是不可能啊、哦？在第三题啊 ，the camera。好，所以他已经学会了 set up， 就是摆好、摆完成，有一个 up， 对吧？会非常好。好，第五个部分呢，我们要讲到的是上一次要复习的，不是说。其实哦，老师安排这样的课哈、哦，我认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哈、哦，就是不是一个东西只讲一次，就不可能是讲一次。如果一个东西只讲一次，那我必须要非常能力非常高超，高超到哇，有这么多东西要给你。可是，所以我其实每个东西都准备两次，两次每一个单元都可以上两课，所以 Apple 我会答你问题。以上的一半呢，其实是做这个前半是做复习。这复习的目的是因为你们过去有学过，你们再接触一次。如果你愿意做作业，你就会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今天之后再去试试看，在各个主题上还有哪些。可是
前面问就是在做复习，复习就是三个好好听，听懂就好。那你要做当然最好，因为就是确定我都会。像这个部分我们都解释过了，只是说我不能跟你讲说上一节课讲，啊，的确上一节课会讲，好，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复习。我们这些讲时间副词都有个介系词，比如说 on Sunday， 因为它是一个，它这个是就讲时间副词，所以 Sunday 呢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它前面呢不能再接 on 的，不是不可以，是你会不会用？但是那是进阶的，我会不会讲 on Sunday？我会讲 under 三点，我可以，但是你不会。那你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说 ，under 三点是指习惯。然后呢，我如果加上 s 的时候，就是指就每一个很多的这样子的星期天都发生了，就是它就是等于 every 三点。为什么会这样？你都背起来，但老师不是告诉你说，其实，在接案。介系词要花时间是表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What day is the day? Today is Saturday. 它不是发生，它是时间。今天是这个时间。可是我们讲 on Saturday, on Sunday 是告诉你有事情发生。所以介系词是 on， 为什么用 on？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现在要告诉你说，那么为什么我可以讲呢？因为我接了这个字叫形容词，为什么我接了形容词我就不需要介系词？因为它都是一样在说明时间。你接了这个说明时间之后，就是表示事情发生了。所以 every Sunday 就是告诉你有事情发生，跟 on 现在一样，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老师跟你讲，有 every， 有 all， 有 next， 有 last， 有 this that， 这个东西它叫做。已经指定了，有指定了就不用再讲介系词了，因为它同样的命题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发生。对，你多讲重复了，所以英文其实都是这样，多讲重复了，英文这样子就是你要练习不好的了解，你去去除不好的思考。那你不好思考不是因为你英文不认真，是因为什么？你背了很多，然后呢不太知道为什么。好，我再把这个部分。讲面上 ，on Sundays 跟 every Sundays 的关系是，我如果前面已经有指定了这个时间，因为 Sunday 每一个天都有，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个 Sunday， 它没有特定，不行。可它是专有名词，对。所以我能够放置介系词，表示说这是个习惯。那如果这是习惯，可是我如果已经特定了说是这个礼拜天哦，不是那个礼拜天哦，那我加上个 this 就指定了，那就发生了，那就不需要介系词。因为介系词只是很普遍的一个是频率而已，像这两个彼此之间是互相独立，互相分开了，达到分开了目的就好了。你就是不能写三点而已，因为三点是不对的，三点是个名词，听懂？好，完了之后呢 ，all year， 其实 all year 就对了 ，all year 是一整年。那么 all year all 呢这个字呢，它其实严格上来说，它只在讲一年的全部，它也不能够谈那么多。所以我们如果要表达完整是 for all year。然后呢，我们为什么加上？那个我们是用 all year around 嘛，因为 all year round， all year long 嘛。好，我们不用 around 是有动作的 ，round。一年不能 round， 一年只能从头到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through all year， through 是介系词，从头到尾 through all year， 一年没有办法 run， 一年就是过了就发生，就不会再回来，所以 through the year through， 那因为 through 已经有 all， 所以不会用 through all year， 对吧？ through the year 就可以了， all year。 那么为什么要叫 run？ 就是指整个，因为 run 绕一圈，所以 all year run 是指整个的，没有停的，没有缺的，叫 all year。它只是多一个 run 来表示从头到尾 all year run。你也可以讲 all year long。什么叫 all year long？ 有一年这么长，不会散。好，所以这个 run 呢，还有 run 呢，通常都有发生的次序。好，现在呢我们呢再来让你改一下啊。
我每个机会啊，不然来给你写一下。你在写这个部分呢，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写，那只是说老师要能够从中间呢找出资料来告诉你需要什么的意思的。所以你讲一句话，我想写比写的多，这是我的能耐啊，对不对？是我的能耐，那我要很努力才能够去找到你所需要，并不是你学会或不会，是你要去打通任督二脉，把各种的打结的地方把它想清楚。好，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拿起来，你必须要写到这里了，或者是这里了。插入就插入，不要太写。你差不多记住，因为前面那个三个就有了。Mandy 已经长大了，你说在那时候 Mandy 的 too young， 用过去式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啊。Too young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him by herself。好，
说这种题目 不会是第一次做到，对不对？我们做这个题目其实绝对不会去做到，从以前就一直持续在还没开始告诉你说这个这种句型大概在什么时候做到，还没发生，然后发生的时候告诉你是你应该怎么想。那现在只是说做题目来说，你可不可以想到？这个一定要感觉好了，也不需要，也不要再抄了。你这样花时间，你这样花很多时间，就是在写上。第三点，你还改。第三题，第二题呢，基本上是对的哈，就没问题。Zoe， Roy wants to know。Zoe wants to know whether Alex will go to。那，你现在是用 will， 但是我先前有跟你讲过哈，它是一个名词子句，名词子句的东西可以跟主要子句不相关的时态，所以你用 will 是一个答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用 went， 或者是 has been， 或者是 was， 或者是 goes， 都可以，但是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好，那用 will 呢是一个还没发生的事情，如果 goes 他有没有这个习惯，他有没有去过，有没有正常再去。那如果去了，就是他是不是去了 ？When 都可以。好，第三题呢？啊，对了，好，所以你就这样改就行了。好，我们的练习，好，就是复习。开跑。你帮我们拉下一下，就是他做这种什么拉下一下。我们就会再让各位同学复习一下，那就是如果请假人比较多，我们就是做一点复习，然后呢，如果大家都到，我们才能够把进度再往前，就是好，你先放着。好。
第一题，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在进阶啊，你要请去参加练习。我们这个练习目的是因为这个，你不能用规则啊。所以这个句子呢，选择 B 的原因是因为你把句子 Who washed my uniform？ 这是要直接问句。Do you know who washed my uniform？ 那个用过去式对吧？那你问未来式可以啊。Who will wash my uniform？ 你可以问未来式啊。Who will wash my uniform？ 其实它是表示不同的动作的情形嘛，时态嘛。啊，这个老师我跟你讲了，名词子句是可以跟主要子句不一样的时态的，因为它是一件事，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而已。好，第二题 ，I let you know the news is true or not， 因为这里有 not， 所以我们通常都用 whether。好，再来 ，Leo lied to me。他 lied to me， 然后呢 ，so many times that I do， 所以这个部分它就是副词。好 ，so that。那 so 呢不会有用 to， so as to， 因为你必须要去承接跟前面的状况，要接上 as 这里有一个到了，跟前面到了一种程度 as， 这同样要不能 so to 呢单独存在是目的，那 as to 是已经是这个已经会到这个结果，已经到这个结果。好，第三题，这个句子要 was eaten。对不对？被动式，所以被动式同学普遍习惯，只是说他必须要刚刚讲了结合那些不同的时态。好，然后有很多的句型也都可以玩被动式。The car is not big enough for all of us， to ride in。这部分各同学，他是要跟 to 啦 ，enough to， 啊 ，enough to。啊，其实这两个不一样 ，so that 它可以表达的是，如果你接的是过去式，事情就发生了，对不对？然后如果接的是未来式，它事情将要发生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用 enough to 呢，它事情都还没发生，因为只够了，够到了还没发生，所以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只是说在某在某些情况它可以一样。好，在第六题，这个 choose 呢？它有一个，它接 which， 然后在 the giant spider， 然后呢 hasn't been found yet。好，第八题 ，I don't know when 什么 at the train station， 好 ，when John will arrive at， 所以没有到站。好，所以你这里就算是都会了。好，那么呢，今天就。我们给你一个作业，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作业是这个哈，作业是这个，那么第一个字这个部分等一下，那我是把那个用户的部分拿出来。我们的讲义是
本来是156到159。好，这里啊，156，老师，我想应该给的是选择题，所以我会把选择题给你。156、159，我会看啊，这个158的问题。好，我们练这个。好，所以160到162。我等一下会给你解答哦。下次要复习这个哈，你能够帮我吗？就是它是倒的，它把上下前面的上下左右，把上下左右倒了，那你要把它正回来。它是从第一章开始，然后一直到第四，它总共一个黄板。老师不想牺牲你的眼睛啊，所以我就是牺牲我的纸，你们就把它这样子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个部分可以通过去练习看看，然后我给你答案。很多同学帮我把答案做一下。那我给你答案的，你可以写在旁边，这里学生讲的，你可以写在旁边，你可以练练。怎么会没有作业啊？一定会有作业。只是你要不要练习？这是 A 猪，对 ，A 猪 C B C，A 猪 C B C， 然后21到23，那是一个主题，是 B C 猪。
第六这个部分，我们就先那个从语法CASCD 好，这是复习，所以跟刚刚的东西是一样的，以后如果有问题可以问好。再来是 BBCC第三大题 B2CBA 好，第四大题我们下次再写、哦、第五个大题好，不用解，因为这个是跟刚刚复习，那这个不用再解，我们解三次。好，这个我要教你。Thank you.
了吗？希望今天有人大家都带起来，因为我的电脑今天刚刚分崩离析。虽然我还有另外一张，但是另外一个电脑已经备用。好，那以前因为我回顾了一下电脑，就是为了那个时候，以前还为做两次。基本上哦，就是这一篇的阅读，不要就是在跟各位同学，因为不是不准备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进度上面都会看不完的。那我是希望能够把那个各种。这种表达的方式啊，让各位同学习惯。按错。好，这里啊有一些造句的部分，我们来请上次。好，那我们就点那个你，来写一写，可以吗？其实。灾难不是 disaster 啊， disaster 也可以，那 disaster 形容词要怎么办？你可以做过来一点，让我看我女儿好像那个可以做过来一点。你是要坐那还是坐这里？哎，你没有带东西啊？有，那可以拿出来了。怎样变成形容词？ Always. Disastrous. Now, D-I-S-A, disaster. D-I-S-A-S-T-R. 对不对？加 T-R-O-U-S.
disastrous。 好，那么我再教一个新的词 catastrophe， 灾难。这 disaster 只是小的，大的叫做 catastrophe。 catastrophe， 所以才要让你拼拼看啊， catastrophe。 想想看 catastrophe catastrophe。 你的句点都是这样下来，啊，它标题的差哦，就是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再确定。应该还没写吧，就是还没写吧，还没写，还没。catastrophe， 其实没有很难的哈。你首先必须要先知道它是 K 开头啊 ，C 对，所以 C catastrophe 它能够接什么 ？C 要去掉 I E 啦。所以剩下什么 ？A O U， 对不对？啊 ，catastrophe， 啊 ，catastrophe， 想出一个字来，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但是如果是看一个字啊，你还是下次会忘记，对不对 ？catastrophe， 那个字就长了啊 ，C A C A C A T A S， 因为那个 cat。catastrophe，catastrophe，catastrophe， 对不对？这字还是 catastrophe，trophy，trophy 是高，能倒盘的 catastrophe， 它掀的浪很高 catastrophe。那么 catastrophe 的形容词。然后这时候呢，那个。就变成，因为它是后面就加一个音节，所以你们 catastrophe， 对不对？就变成 catastrophe， 本来是 catastrophe， 然后呢你加上一个音节之后，后面会加一个音节变成形容词，所以它就变成 trophic， 所以它是加，就会给答案，加 ic， catastrophic， 不是 f 都加 ic 吗？好，就是练习一下，因为它。哦、那接下来就是怎么猜这个字、哦、catastrophic 已经很高了，很高级了，很长了，是怎么了？是 C A T A， catast 对啊 catastrophe catastrophe。每一次那一张彩纸，我们大部分都会只用字典，为什么把字典直接就标示起来？